那家伙吃屎了，喝喝喝，他都出来了，看这小狼星吃的。赏一个，来，这，快来，放着，哎，好，这家伙，一吃上就老实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哥，这个小卡斯罗呢，现在也开始喂食了，因为他吃这个大黄这个奶吧，现在已经吃不饱了，现在就是一天吃两遍食，再吃点大黄这奶。看看这三个小狼青已经吃没了半盆。半盆吃没了。哎呦，这小肚吃的。舔真干净啊，快点的，这好好舔舔。这舔舔快舔舔，没准舔干净了，快点的。快点的。看这小肚都起都吃起来了。晚上没给他歇，这来。吃太多了，真是。那家伙，这就行了。甜甜吧，甜甜吧，还舔干净了。这家伙，这咋还是都走了呢？去什么去了？拉屎撒尿去了吗？喝。连着肉沫的小话。不过这肉咋还剩下了呢？它人咬不，李丁咬不动呗。李丁它嚼不好，把那胡豆都吃了。它拉屎去了。找地方了，干啥呢？回来吧。看这几个还吃呢，还吃呢。那连柚子咬呢，还吃肉呢，嚼呢。看，咋的？还转盆走啊？你咋还转盆呢？咬盆。那家喝喝。哎，我把他们把那三个领这里了，行不？他能一起玩不？行。那有啥不能一起玩的？我去给他领来去。喝。一会儿给你把你大姐姐领来啊，你等着。他俩还互相舔这个嘴巴子。嗯，你看，等我给你领来啊，你等着。来喽，哎呦啊！来，快来，那家伙。快来，这家伙可热闹。热闹吗？这回。他掐着呢，不咬人家啊，不许咬人家啊，听见没？哎呀，可打起来了！快来，那家伙打架了，他俩玩了。你不天天电要跟人玩吗？这玩看家伙，都舔那个嘴巴屎呢。看家伙，呵。他也不让份儿，看到没？他也不让份儿，他也要给你看，他要撵他，看哪？是。哎，你慢点啊！那是小妹妹，你慢点。哎，你看。我他俩，哎，摔跤呢。卡斯罗还咬他呢。哎，摔跤呢，他俩。不走一个呀？想走个高点，我挖了，快去。看他俩，不咬了，你不咬的。急眼了，啊！狼心咬着什么呢嘛？我人家急眼了。嗯。哎，不行，咬人家啊！你这当大哥哥的不行，欺负小妹妹啊！听到没？快来，你他还玩球呢，你看到没？看那咬啊，看咬他一直，还假。他更厉害。哎呦我，咬鱼巴呢？咬鱼巴呢？都吃饱了是吧？都吃饱了。看他嘴多尖，看他这嘴，看，看这鸡头是不是挺大哈？嗯。要人贵，个个儿呢。啊。丁咱家那的俩，原来那个是不？啊、他这鸡头是大。啊。要不的，人家之前在狗市买那个，他贱吗？那都投下来。嗯，哎，这个这不好的吗？今儿这是交了几袋啊？三袋，不三十斤吗？三袋啊？嗯，这是三十斤一共。这三十斤多少钱？
相当于那个那沙鞍斤100多呗，4块钱一斤。哎呦我，这鸡头倒挺大，大吧，胖乎，挺招心。嗯，黑子，来，黑子，来吃一个吧。黑子可以叼一个，叼一个，去吧，走吧，哎，好了。然后夹完都喂吧。嗯，没听到叫唤吗？到点了，都叫唤了。马上夹了。两盆。完事儿。夹完了。夹了。夹完走喂。看着，鸡嘴夹这些。吧，夹这个鸡嘴。嗯，我把这盆这得拿屋子垫好，可以吃了。嗯。这都拿屋子。青青，别叫了啊！给你们吃的了。一口俩，你别给喂一杯，喂一口俩，你给卡了。放哥，行了啊，行了，行了啊，再给俩。你家伙，你就喜欢往台就使劲给他吃。看大妞，来、啊、来、啊，我的黑妞吃可狼狈了，他就俩俩吞。来，好哈，来。好汉都不着急，是不、啊？你看，看好汉吃的，慢条斯理的。他不着急。他不着急。那七人查数的，看你到底给多少个。吃吧。哎，家伙，这厉害，可了不得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一会儿都给他吃了。来，大姐，咱再吃点。大庆没忘抬两下，他接不起来。行了，行了，大哥，咱这照阵整，你这家伙，完了，这一盆干没了。传奇开饭了，着急没传奇啊？着急没着急？来，来一个。啊啊！这都吃的斯文，你知道不？不着急。他不像前面大狗是吧？前面的大狗。他能慢慢吃，慢慢吃。乐乐，乐乐，乐乐吃的着急，你知道吧？来，啊，你瞅他这手，瞅吃的，看着了。你还等垫下来这个？你是吃过了垫盆里的？他着急。我们欢欢欢欢欢欢也着急，来，啊，嗯，啊，大伙儿真着急，不咬我手，大青咬我手，人家是还是什么闻那是，那大青那虎车咬我手，小白可没瘦，是不是？嗯。小白吃得稳呢，不着急。喂狗啊！喂狗。这家伙这搁这都摆摊儿了呢。我不摆开呢，它不化呀。我看看都化了。是都化了。反正也有个别的，像这都没化。那不行，那别喂，你就挑化了。那盆里人都化了，我都捡完了，刚才。这个都化了。啊，那化了。啊，传奇，开吃，开吃，哪个挑？这咋的？进窝了。进窝吃去了。呀，蓝妹吃鸡头。哎，蓝妹和秋田都吃鸡头。假，还不一样呢。嗯。我把鸡嘴都嚼掉了，没有鸡嘴。是吧？嗯。行了。看小黑子。给黑，给别蹦。小黑就能蹦啊。这冬天搁这里多享福啊！等会儿等呢哈，我这只能往里撇了。他可谁撵去啊？他们可着急了。快睡球去！哎呀，哎呦我，哎呦我，哎家伙！
疯了疯了，哎呦我，好家伙，撇两个，给多少了？那撇撇一个两个不行，多撇几个完事儿。来，这三个，这个，好家伙，哇，看，看小秋田，喝喝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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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秋田也鸡头，架。哎呦我，一口一个呀！哎，这咬都八好几个呀，这里头。是吗？你不能干这些呀！别哼哼啊，各吃各的。哎。这今天扔的多好啊！这扔的多，他都是。他没吃过来。不打架了，那家伙，哎呦我。那咋？这家踩一个吃一个，了不得！嗯，人那爪子一踩，你在里干啥呢？这不还有那宝宝？那咋？把硬骨头抢开！哎呦我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没人抢没人抢，哼哼啥呀？这小的呗。完，还差一个不行。那咋？别让人家抢去。这咋？你太厉害了，还出一个踩一个。慢点吃，慢点吃啊！哎，给给给，哎，别抢了抢，哎，可了不得，可了不得，看，还抢了，还抢了，看见吗？该抢的了，这回。该抢的了，都吃没了吗？有吃没的就开始抢了，还都搁探啥呢？看传奇。传奇生气的。传奇吃完了，这是没吃饱，生气了。俺家等啊，传奇，连蓝妹都没叫唤。蓝妹吃饱了，怎么叫了？这让我出去给他抢过来。这我看扔一个根本不行，就得扔一堆，让他们就挨个抢吃。扔一个他不打架。嗯。哎呦我，俺家。铁手套，我手套上不有味儿吗？那家伙，哎呦我，这么香啊！那家伙，手套也香啊。不过一放它就老实了。是，要我没说，小狗都跟小孩似的，你抱它就可老实了，可听话了。喂呢，上里去，海色，往里走。昨天还一直叫了，找齐了。哎呀，馋了，等着啊！喂狗粮啊！那早上没给点狗粮，晚上再给鸡架。他非得跟徐月啊闹，我不吃饭，就把徐月整后边去了，就是他吃饭了，好好吃吧。哎呀，
听话，瞅瞅，是不是？都不着急，不着慌的。我发现阿憨吃饭不着急，稳当。那可不咋的，没白叫阿憨，对吧？来，哎呀，你看，就咱俩最好，还经过握手。开饭了啊！哎，那你先坐了，坐等着。哎，一还握手啊！一握，大宝太乖了。开饭，来吃饭，吃饭。哎，看大憨多听话呀，你看。天天还吃点狗粮。嗯。不行，天天喂鸡架不行，这天头热，咱就早上喂狗粮，晚上喂鸡架。毛挺亮。它现在好像也胖点了哈。胖了。看，这整灰头。挺亮。大宝天天最后一个吃是吧？来吧，剩下都给你来，剩下都给你啊。大黄多不？都没水了吧？嗯，那个他们咋没水？还有，黑虎，你上那吃干净的，等喝水呢。都没水。嗯。他哪是喝水呀？他是砸猛子。瞅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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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瞅着啊！瞅着黑螺啊！洗澡都开洗，瞅着。上里挠蛤去呀！哎呀妈呀，这明天呢得给整个大水盆子。你起早上里挠蛤去，都挠出去了。我说这水咋都没了呢？一盆水看没？没。见底儿了。这家伙还冒气儿呢。正好那个粉碎鸡架有点凉，这往里一豁楞正好。大米干饭。大米干饭。狗粮。今天这个是粉碎鸡架，还冒气儿呢。哟哟，你没看到烫手吗？它冒气儿，没看到吗？因为那个鸡架我没敢早拿出，我怕坏呀。这时候兑点热饭不就完事儿了？一锅饭兑里来，再兑点狗粮不就好了？对不？这把两条狗粮，都挺好啊。狗粮还膨胀呢，我敢吹死嗓子。分完了，分完了。好，我是饭开水了。你把门得关上。叫唤了，叫唤了，大黄啊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妈的嘴干啥呀？饿了，哎呦我这出，吃吧吃吧吃吧。蓝莓毛好都退完了，是吧？嗯。就这个它地方还有点没退掉，它全退完了。这尾巴晃的，吃吧。赶紧挤一点，再给你挤一点。来。哎呦，我前头撞傻了。我发现拉登吃食吧嗒嘴呢。香呗，吧嗒嘴。吃口狗粮香来了。热呀。啊，挺热，我又冒汗了。那不热咋的？嗯，看咋黑罗懵了，懵了，我懵了。那咋那咋我看吃饭了。啊见着饭了吗？看这个，那咋咱家急坏了，牛啊！老说吃的少，看这回吃的多不？这夏天不能给吃多。喂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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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
吸坏了。咋这么着急？今早上还拉有点稀。拉稀了。嗯，我得加两片肉。拉稀给点肉吧。加家里了。快来，快！咋？今天没给他那多，少给点，加点肉。疯了，疯了！呼吸呀，这个喜悦，就因为他说你胖，今天少吃点吧，给个小盆啊。那躺那大哈喇子，这么着急？你撒点给他吧，他这来，来大虎了。就因为着急嘛。别着急，慢慢吃啊，虎子别着急啊，慢慢吃啊。还咋？真燥啊！阿憨，那着急啊！阿憨呐，对不起了，我又给你整这会儿的了，咋整啊？你说呀，明天吃进价的时候，弟就给你啊。你老排会儿。就说今天对不起了，又给你整会儿了，忘了说话不认数，说咋整？错了啊，我错了。明天我给你搁第一个啊，今儿这多、啊，哎，吃吧，好饱啊、哦。明天我给你搁第一个啊，明天吃鸡架咱第一个春，今天吃这个一样。来吧。连吃带喝的。哎呦我，就你这水浪费，这家伙唰唰的，哎，他们不咋能喝水，卡斯罗不咋费水，是，罗维纳费水，罗兰呐，一天呐，真是的，瞅这水整的，整的跟咱洗了似的。行了，哎，听话呀、啊，还要水呀、啊？我给你取去啊，乖，好不好？晚上没了，好了，衣服好了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哎，好了是吧？吃点药好了是吧？哎，吃点药好了，哎，乖，哎，他跟我多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天都还是热。哟，黑虎子哈，瞅我都，我的汗呢，顺脸往一淌。阿憨又进窝了吧？阿憨进窝，阿憨可怎么知道好的？吃完就进窝。吃完进窝。吃饱了是吧？我看看，吃饱饭了哈，吃饱饭都不叫了是吧？没吃饱都嗷嗷叫唤呢，那家伙，这家伙这憨喇子。对，好了，是吧？吃完干净了，好了。还哈呢？热，天都热。嗯。阿憨那锅挺凉快儿。啊？阿憨那家挺凉快儿。嗯。是阿憨，阿憨家真凉快儿。我看看啊。哎呦，坐着了。看，眼睛。吃完老实了。明天我第一个给你啊，今天说话没算话是不？今天胃都吃一样，你的还多，咱后后有席，知道不？明天咱吃鸡架，我第一个给你啊，肯定说话算数，行吗？干哈呀？还握手啊？不握了。老握手。老跟我握手，我去干活去，活没干完呢啊，活干完的啊。谢谢大家关注刘哥视频，下期见。